这只鸡妈妈正在给它的鸭孩子找虫子吃呢。在这片鸭脚木小树林这里，巴拉很多落叶叠在这里，所以会有虫子。看这只小鸭子最聪明，它就跟在鸡妈妈旁边，看着鸡妈妈找到吃的，然后第一时间冲上来。看，好聪明啊！鸡妈妈扒哪里，然后它就跑到哪里去。高高高！这只鸡妈妈就是之前孵出来三只小鸭子的那一只鸡妈妈，然后这里有五只小鸭子，有两只是我后面放给它的，那只小黄鸭，那只小黄鸭是白鹭鸭，嘴巴还有脚都是黑色的。鸡鸡，这里都已经拔到光秃秃的啦，换个位置拔一拔吧。这小番鸭长得还挺快的。一开始还担心这些鸭子不听鸡妈妈指挥呢，现在感觉还可以啊，挺听话的哦。还好隔着这片网，不然鸡妈妈又要打那只黑鸡了。你妈走啦，你妈妈走啦，还不跟上。里面那只黑母鸡也在扒拉。到底能不能找到吃的呀？我总感觉这里没什么好吃的。